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介绍一台超大的潜水艇。听说这台潜水艇可以开哦。OK， 我现在开车过去。现在停在这个码头的地方啊，然后好像有驻卫警吧，已经派了一支小队来这边闹场一下，没有？看，你看他们在攻击对方哎。啊！趁乱，我赶快去偷走这台潜水艇。隔岸观虎斗。好，来，我现在先去开这台潜水艇了。哇哦，超级大的啦，超帅啦，这可以开吗？确定可以开吗？看一下，游到后面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船身，这还蛮长的，这是螺旋桨吧？哇哦！开船了！哇！我居然开了潜水艇呢！等一下，怎么浮起来啊？好酷哎！哦吼，怎么回事？重心不稳啊！那个不太好控制哦。看一下第一人称，哇！但我有深海恐惧症啊。第一人称会出现那样子的画面，太搞笑了吧？浮出来，哇！铁达尼号浮出来了。哇哦，那根本是海豚吧？真的出来了，光出来还要费一番功夫哎。尾巴一直翘出来了，因为我现在这个地区非常的离地面很近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声音啊？是杀人鲸的声音吗？还是海豚啊？哇，只有在水下才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哦。哦，现在离地面很近啊，所以会一直抓到地面的声音。可是如果开太外面的话，我又怕怕了，因为深海恐惧症。哦，撞到东西了，难怪啊，前进不了。那蛮妙的，哇哦！哇，漂亮啊！美丽的水草。哦，撞到了！哇，又有杀人鲸了。最多只能看到前面一半而已。出来就听不到它的声音，但在水里面又可以。
哇，阳光照射透进来的样子。OK，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试试看搁浅的样子，要翻船了吗？哇，真的给我搁浅了，你在沙滩上的样子。我们再挑战一次，哎、欸，我翻船，翻船，翻船啊，翻渡了、啊，来巴咕巴咕一下，你翻回来吗？勉强可以，勉强可以。我们试看可以从那个小缝缝开过去啊，因为我想把它立起来。哎、欸，我要翻车了！这个好像不太能动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动了动了动了。哦，倒了啊！来，我来自己来救一下，拉高一点。救！啊！哇，这个声音好大，嘣！哦吼，翻过来了，翻过来了。OK， 我们开到那个桥那边哦，试试看这个水应该是可以过去啦。只到浅水区域而已啊。哦，你好脏乱啊。哇，浮出水面了，哎，出来了出来了，哇哦，入口在这里啊。哎呦，爬上来爬上来，来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帮我分享出去啊。台潜水艇啊，超赞的！下次再见喽。